也不配，才为了贵，反也不疼，发给谁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来吧，今天咱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新英雄啊。游戏里面现在是出来了一个这个新英雄啊，它叫做这个萌芽啊。咱们来兑换一下，这里有卷子，卷子可以用用吗？有卷子的话，可以把卷子搞一搞，看能不能把它整出来啊。其实的话，我们现在抽它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，因为我们的这个那什么东西碎片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对吧？根本就不可能用完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测试一下这个运气如何，万一这个能卷子卷啥，对吧？能抽得出来，那为啥又要用碎片呢？对不对？显得多掉档次，是这意思吧，朋友们？到头了，没有整出来啊！现在你怕掉档次也不行了呀！这是一个大炮筒子的射手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拿了两个加特林，非常脏的那种类型，非常脏。然后再看皮肤怎么样？哇，好酷炫啊！长得有点像雷震子的感觉。刚才登场，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就给我一种就是雷震子，就是他经常飞，飞来飞去，老弟啊，这真是过分了，老弟！你看，长得发型还行啊，卡卡西。哎呀，来吧，接下来咱们来这个训练营当中看一下他的这个技能怎么样，看他技能怎么样。射手，他真的是一个射手的，朋友们。他现在真的是一个射手，我的天哪！你这么玩的话就废了，老弟。全图支援，暴走开炮，我的炮弹会转弯。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是跟鲁班七号差不太多，跟鲁班七号差不太多。然后它是有范围的，大家发现没？真的呀，朋友们，刚开始先补刀，然后他死了，然后就那啥，而且我去，太搞笑了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，还能来回乱弹，我天哪，那这个太强了吧？你看，是吧，朋友们？我去，这真的太屌了！再看大招，刚刚是加伤害的，看到没？这打墙上都能弹回来，我天，太牛了，真的是！你看，你打烂点，他给你弹点。我去，这个人物太好玩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名字难道就叫老弹？你是老弹吗，老弟？而且他的暴击很高，兄弟们，你看，暴击率很高，这个老弟。你玩上这样的忍者的话，就。不是的，玩成这样的英雄王就无敌了，老弟。这个一技能跟大招好像都是在这个加伤害，好像都是在加伤害。而且这个二技能可以拆塔用，大家发现了吧？二技能可以拆塔用，看到没有？等就完事。这个李白又死了，对吧？打人机，再者说这是打人机，肯定简单。咱们看一下他的技能介绍。被动技能是每提升50%的攻速，增加1%的冷却。并没有说多少上限啊，并没有说多少上限，真的太牛了！冷却加快50%，我天哪，这个攻速越快越厉害。使用十个技能，使用扫射进行扫射伤害。哦，大招加移动，天哪，一技能加伤害，而且还能放榴弹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真的太帅了，看到没？还有榴弹。哇去，这个新英雄太厉害了，哈哈哈哈，咱也别说了，赶紧打排位吧。